什么是鼻中隔偏曲？鼻中隔向一侧或两侧弯曲，或鼻中隔一侧或两侧局部突起，引起鼻腔、鼻窦生理功能障碍并产生症状如鼻塞、鼻出血、头疼等，称为鼻中隔偏曲。症状多为：一、鼻塞，鼻塞为鼻中隔偏曲最常见的症状，多呈持续性鼻塞、C 形偏曲或棘突引起同侧鼻塞，对侧鼻腔长期承担主要通气功能，鼻黏膜持续性处于充血状态而出现下鼻甲代偿性肥大，又称结构性鼻炎，进而出现双侧鼻塞。 S 型偏曲多为双侧鼻塞，鼻中隔偏曲患者如患急性鼻炎，则鼻塞更重，且不容易康复，鼻塞严重者还可出现嗅觉减退。第二，头疼，如偏曲部位压迫下鼻甲或中鼻甲，可引起同侧反射性头痛，鼻塞重，头疼加重。第三，鼻出血，鼻出血部位多见于偏曲的凸面或棘处，因该处黏膜张力较大且薄，常直接受气流及粉尘刺激，黏膜干燥结痂，易发生糜烂，加之鼻中隔软组织血供丰富，故较易出血。